我们按照主的吩咐，也按照圣经的教导，也是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举行圣餐崇拜，也欢迎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到主的家中，来一同领受主的饼跟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往下这样说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从三个方面讲到圣餐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他说我当日从主领受的，他用的是一个过去式，也是说圣餐这个礼仪，它实在是纪念基督耶稣曾经两千年前在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的这样一个壮举，是曾经基督为我们做的。然后他又说到：这是我的身体，这杯是我立约的宝血。他用的是现在式，乃是表示我们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聚在一起，在他的家中，我们一同来领受他的饼跟他的杯的时候，实在是在这个时点上，我们一同去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在我们心底里面再一次的在这个 moment， 在这个时点上去经历主。这现在是更重要的一点，他还用了一个将来式，他说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是将来式。所以在圣餐当中，不单单是纪念基督曾经为我们做的，也不单单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去经历基督正在为我们做的，也更是等候基督他将来有一天还要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身体灵魂都蒙拯救。所以是过去现在跟将来我们教会的传统是每一位重生得救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个人救主跟生命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同来领受饼跟杯我们请招待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家中，在我们来到你的主座前的时候，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在过往的这段岁月当中，我们有意无意得罪你的地方跟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赦免我的软弱，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求你真是怜恤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很多时候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主，你说你已经得胜了。主啊，就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桌前的时候，在领受这饼跟杯的这个 moment 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用你这十字架上的大爱，用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的不完全，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不配祈求的祷告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我们等一会儿每一位拿到之后，我们一同来领受饼跟杯。从前
曾犯，春心流尽，主恩浩大，慕容巍巍，别世金矿，生死安危，唯跨世家。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现在一同来领受，为的是纪念他。之后他又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也为的是纪念我。这是基督的宝血，为你为我流的，我们现在一同领受，为的是纪念他。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不是怀着胆战心惊的心，乃是怀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你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再次跟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坚固我们的软弱。我们感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本周正道经文，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空。他们是刚才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哥林多前书9:22-27，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杰仁牧师。本周正道经文，马可福音1:29-39和合本。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来到主日的第二堂今天也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圣餐主日。感谢上帝，居然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现场我知道很多是付了代价要来，因为今天是工作日那也是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讲上帝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天国的彰显。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一再强调他的事工的重点就是传道，传天国的福音，传上帝国的福音。他用了很多比喻，很多的教训来阐讲上帝国的奥秘。他的事工就是上帝国在这个世界上具体的彰显跟实现，而基督他就是这个上帝国的中心，上帝国的君王。而他呼召我们去回应上帝的恩典，并且使人凭着信心进入上帝国，并且成为这国度中的子民。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如果你用的是神版，它会出现是神国，常常出现这个神国 Kingdom of God。 但是在马太福音，不同于其他三卷福音书，它用的常常是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这不论是天国、神国或者上帝国，它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它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想要表达出来的一个中心，这什么是上帝国呢？在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误解，认为上帝国跟地上的国是一样的，是什么？有一个土地，有一个疆界。但是在圣经当中，你看到耶稣眼中的上帝国跟犹太人所传讲的信息有点不一样，因为犹太人很多时候重点就在于这个上帝国怎么样在地上有一个 territory。
所以他们要建国，他们要复国。但是在基督的眼中，他常常所讲到的这个上帝国更是一个 authority， 更是一个王权。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愿你在我心中居首位掌王权。当你在我心中居首位掌王权的时候，上帝国就在我的心中。当我们这群奉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为我们主的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国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上帝国更强调的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改变，是一个内在世界的一个转化。因此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层面的意思。如何解释上帝国呢？其实最最佳的就是主导文，特别是主导文的前三句，不是整个主导文，主导文的前三句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上帝国就在这群人当中。然后呢，又说愿你的国降临。当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心中的时候，上帝国就在我心中。当你的国降临在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的当中的时候，上帝国就在我们当中。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的旨意行在地如在天的时候，这里就是上帝国。所以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是主耶稣的主权跟我们信靠之人他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所以在这里面我就在思考 kingdom 这个词， basileia 这个词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发现从 basileios 这个词，就是国王，这个希腊文的国王这个词来的。但是呢，它跟另外一个词，我们常常会去过罗马吗？啊，罗马有最大的教堂，我们称什么？教母里你应该知道 ，Basilica， Basilica。在整个罗马有五个 Basilica， 其中有四个我们都知道，啊 ，Saint John， 圣约翰 ，Basilica Saint John，Basilica Saint Peter，Basilica 这个 Saint Paul， 还有 Basilica 这个圣母，这个 Notre Dame， 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很少听到 ，Basilica Saint Lawrence， 这五个 Basilica。都是最重要的，被称为叫什么中座教堂，这个词不可以随便翻译的，不是大教堂。 Basilica 这个词是中座教堂，乃是什么最重要的主教堂。所以通常的主教堂我们称什么 Cathedral， 英文叫 Cathedral， 在每个大的国家都有 Cathedral， 但是 Basilica 是特别的，只有这四个或者五个，后来衍生出来全世界现在大概有1800个。这1800叫小的 Basilica， 是指什么？是只要是历任的教宗，就教皇说，哎，这个地方我要赐他做 Basilica。 他那个 Basilica， 我的理解当中这个词是从 Basilia Kingdom 来的。当这个 Kingdom 在地上有彰显的时候，他常常是透过 Basilica 来表达那个中座教堂。但是我们的重点我发现不是这个，我发现天主教把这个天国这个概念具象到这个教堂，中座教堂，不是说完全错，但是我觉得有点偏。因为什么？当那些教堂在那里，但是上帝并不能掌王权居首位的时候，你觉得他还是上帝国在地上的彰显吗？所以最重要的在这里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 Basilica 的时候，它是王权，它是基督掌王权的意思，它是基督的国度。当弥赛亚的国度在你心中的时候，它就被称为是什么 ？Kingdom， 它就被称为 Basilica， 啊 ，Kingdom of God，Kingdom of Heaven。所以在整本圣经，如果你严格的看整本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他并没有给天国做定义，奇怪吗？他并没有被对上帝国给出定义，为什么呢？他也没有给天国给他定义，他没有给这些名词做过概念性的诠释，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伟大的神学家 Mortimer， Eugene Mortimer， 德国的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他说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给 Basilica做一个概念性的定义，它不是来做一个学术性的诠释来的。
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以他的使命是透过他道成肉身的这个行动，向世人展示在世如在天的天国的生活样式。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天国是这个样子的。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透过比喻，他讲述比喻，他说天国就像芥菜种一样的。他讲什么？芥菜种是当时可能在圣经的世界当中认识到最最小的那个东西，但是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最小的东西可能成为最大的东西，最小的一个种子可能会成为一个参天大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教会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被很多很多的世界的东西所缠绕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看到世界的强权往往胜过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天国的样式的时候，你不要软弱，你不要气馁，因为它有一天会长大。所以耶稣又说比喻说什么，天国好像什么一个团，面团，一个教会发什么发起来的，从很小很小的会发成很大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天国，上帝的国是不断的在演变，不断的在发展的。所以你要有天国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耶稣也通过神迹，他透过医病赶鬼，他在约翰福音用了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非常大的意义。他在水面上行走，告诉你人受自然界的限制，他不受自然界的限制。他是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他告诉你人是受量的限制，但他不受量的限制。他让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告诉我们人受死亡的限制，但基督的天国他不受死亡的限制。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基督不断的透过神迹奇事来彰显上帝的国是什么。他还透过团契的生活，他还团契很有意思，他跟那些最卑微的小弟兄小姊妹，很多被边缘的群体，那些麻风病人，那些做妓女的，做税吏的，是那些罪人的，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相交。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上帝国，什么是上帝国。上帝国好像也通过火车来，通过好像是火车的声音来告诉你，快到了，对不对？我们要正在驶向上帝国，我要查一查怎么回事。然后上帝国还通过传讲，通过上帝的信息，通过基督传讲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就基督耶稣如何彰显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第一个，上帝的国活现于基督的全能的侍奉当中。这段经文在刚刚我们读的那段马可福音第一章29-34节当中，你看到耶稣去到了西门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就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有人就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身体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们就服侍他。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症的人，又赶出许多鬼来，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真厉害啊！天国的力量的彰显是因为什么？通过基督医病赶鬼的神迹来彰显的。通过赶鬼，基督耶稣带领人进入上帝无限的大能，并且引导人进入上帝的国中。在这里面，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你看到的是原来在安息日，我曾经说安息日是个神圣的时间，然后呢又进到一个地点，是西门，就是彼得跟安德烈的家。然后这些人物呢很重要，这些人物是谁啊？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你发现没有？再然后呢，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彼得的岳母得到了医治。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耶稣行神迹为什么要对那些信的人？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按理来说神迹应该对那些不信的人的，那些不信的人才应该看到神迹啊，他们看到神迹他们不就可以相信耶稣了吗？他们看到神迹不就是进入神的国了吗？他们信任上帝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耶稣单单要对门徒行神迹？这岂不是很奇怪的吗？他们已经相信了吗？
在这里面最终这个冲突就是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在床上，但是基督耶稣行神迹医治他。在这里的结果，这个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显出他的大能，然后呢是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这个人是带着上帝国度权柄的。而神迹虽然常常使人惊奇，但是神迹未必使人悔改，同意吗？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是否要继续上一篇的讲道。上一篇我发现讲完之后，是不是今天人多跟上一篇讲道有关系啊？因为发现弟兄姐妹对怪力认识很有兴趣。我看过听过，我自己也有过赶鬼的经验，我也听过无数次，在神学也好，在我过去服事当中也好，太多怪力认识，看到魔鬼怎么样附在人身上，然后把人家的小孩子这个流产掉这种事情，后来又被另外一个人夯不啷当多得不得了。但是我想了半天，我还是我不想讲，我真的不想讲，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不是讲这个东西，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要讲天国的福音。因为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听起来很吸引人的，我告诉你，这些不是我们建立信心进到天国的钥匙，它不是的，不是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面，当耶稣他医治完了这个彼得岳母之后，他起来之后，圣经说还说什么？他又赶出许多鬼，还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我听到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眼前跳出谁的样子，你知道？你们还记得那个朱莉牧师吗？就是那个我的有曾经有个长老 Chris 白人，那个我美国牧师，他的太太朱莉牧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BRCF 在大剧院讲到，我讲完还没去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就突然在前面，上面是敬拜团啊，在台上，她就在这边跳舞啊。我想有些弟兄们还记得她，她这个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John Davis 就陪着她跳，把她拉出去嘛。然后我要跟出去的时候， John Davis 说你不要去，她是冲着你来的，因为我要讲到，她要搅扰你不让你讲到。后来我出去之后，我看到朱莉牧师太有意思了，朱莉牧师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闭嘴，然后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有你亲眼见到，你亲眼经历过，你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是有鬼，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叫他闭上他的臭嘴。 Amen。 你这个不相信，你这个是你没有见过，你是不相信的。但是呢，重点是什么？重点这里就是说嘛，不许鬼说话嘛，叫人家闭嘴嘛，对不对？因为鬼也认识他，鬼也认识耶稣，鬼也认识出耶稣的门徒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在这里面，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当他打败了撒旦，得胜了仇敌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好消息啊！福音好消息，他福音本身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今天读了福音，不知道是 good news， what is good news， what is gospel， 我们不知道 evangelium， 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希腊人一懂，希伯来人一读这个福音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因为它涉及到四个领域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当这个罗马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个叫福音好消息。但是它对应的就是什么？基督耶稣登基，把 PPT 打出来，下一页啊，就是基督耶稣登基。耶稣受洗就是他的登基的仪式，然后呢，宣告打败敌人是福音好消息，是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好消息。但是天国的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打败那个魔鬼，掌死权、掌王权的魔鬼。然后呢，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是这个好消息。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我们跟上帝和好，并且我们要与人和好。因为我们跟上帝和好，所以我们与人也和好了。所以这是福音好消息。第四个重点就是成为子嗣，成为上帝的。当罗马的皇帝他们登基的时候，他们都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基督要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福音好消息，这是福音的好消息。所以德国神学家摩特曼认为，他说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人在耶稣身上最先经历到的是上帝的圣灵的医治的能力。但很多时候，因为来到基督面前的都是病人，圣灵使病痛之处的人得以恢复生机，圣灵驱走了病魔死亡，带来的是生机跟生命。
但是神迹的意义，医治的意义不是单单在这里，神迹的意义更是什么呢？更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国的临在是基于医治的全能，而基督的神权神能与病患的相遇，启动了圣灵的医治的工作。而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预尝了天国的上帝的国。预尝，什么叫预尝？刚刚我进来，我碰到我们多加牧师，我说：“亲爱的汪牧师啊。”我常常跟他开玩笑，就我学的这老外这个舌头不会转的呢啊，汪牧师你好吗？啊，他跟我说啊，李牧师祝你新年愉快。我说哎，新年还没到，还没到。但是我说你也没说错，因为我们是预尝了即将要来的那个，因为这个新年马上来了嘛，还没来嘛，所以我们现在先预祝新年愉快。就相当于当医治发生的时候，当上帝的全能发生的时候，当这个病人被医治了，当魔鬼被打败了，这个时候让我们预尝了将来得胜天国上帝国的样子，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医治驱魔得胜的重要的性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很稀奇的，对不对？好像很稀奇，但天国里面不是正常的吗？在天国里面不会病的，不会有死亡的，不会有痛苦的，不会有眼泪的。所以今天的医治，今天把魔鬼赶出去，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天国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就 Tim Keller 说的。 Tim Keller 说什么？在今天我们认为什么是异常的，是超常的事情，但是在天国里面是什么？是正常的事情。之所以今天我们认为不正常，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带天国，我们还没有进入上帝国。但是将来，所以今天在这里面是预尝了，事先尝到了天国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现代人常常认为什么是自然法则，神迹是自然法则的宗旨。但是对于耶稣来说，神迹是自然法则的恢复。所以 你就会很奇怪，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老虎跟狮子都不会吃人的？因为上帝设立人来管理宇宙万物，所以老虎狮子应该听人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今天能够命令老虎，还有些人是有能力什么驾驭老虎跟狮子，这其实就是一种天国的能力的原来有的能力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在看到神迹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指向了上帝国的样式，并且创造的再恢复。所以耶稣说什么？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了。刚刚我们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在21-31节当中，以赛亚先生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不明白吗？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它铺张穷张，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幕。”在这里面，你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是上帝国能力的彰显。然后呢，他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桑腾，他们奔跑的却不困倦，行走的却不疲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等候上帝也是上帝国大能的彰显。今天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等候，需要等候。我上一堂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提到一点，我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到神迹？我们科学家在这里啊，今天啊，为什么科学家给我回答，你们想过为什么？如果圣经是不是记录是真的，要么就假的，你假的你还信他干嘛？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是真的，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圣经的神迹？其实我几个总结啊。有人说我们说上帝做事情昨天跟今天不一样的，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你不能够说服我。
上帝好像，然后耶稣基督昨天、今天、明天不都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吗？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是没有改变的。为什么上帝那个时候行神迹，今天就不能行神迹呢？有没有答案？我告诉你，上帝那个时候是行神迹，今天还是行神迹。但是有几个，圣经是把耶稣基督这30多年来出现他的把神迹集中起来记述了，集中了。但今天我们碰到了很多神迹，我们不留意，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好，我举个例子啊，那上一堂在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那个，你们就可以听到我答案了啊。我上一堂讲了一个见证，很有意思。那个弟兄在，那这个弟兄呢，也是你们都认识的一个弟兄了哈。这个弟兄我跟他啊，一到 BSF 我就认识他，跟他好朋友十几年了啊，15年还没跟他闹翻，感谢神的啊，闹翻过。其实，因为我有一次在餐桌上很重的讲他，我说你要悔改，然后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了，大概有1年多，后来我们还是好回来。那我也有问题了，我这有的时候不应该讲的太重啊。这个弟兄1999年。就是 John Kennedy 的儿子，小 John Kennedy Jr. 死的时候，99年他飞机出事，那个时候 John Kennedy 37岁，他跟他太太在一部飞机上，然后太太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是这个大 Kennedy 的孙子了，都死在飞机上。然后呢，他3岁的时候他爸死掉，被刺杀掉，他8岁的时候他 uncle 被杀掉，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个他们家族是有个魔咒，对不对？所谓的 John Kennedy 的这个 family 的魔咒，有一个魔咒，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所以呢，那天呢，这个弟兄呢就从北京出差跑到深圳去，住在香格里拉，也很无聊。那个99年深圳还蛮破的啊，打开电视看 CNN， 正好看到 CNN 访问 Billy Graham 那个葛培里大牧师，最大的牧师。就他们家族两个家族很好朋友嘛，那个主持人就问：难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Coincidence。然后 Billy Graham 就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偶然的、巧合的 ，nothing 没有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上帝背后在指挥着。上帝背后有那个，为什么他们家族死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讲啊，我不是先知，我不可以乱讲啊。当然我其实我有答案了，那天昨天下午我给他们答案的啊。那个在谁，那个在你听到我的答案，但是我不想在这里讲啊。你们想讲的，你们找我，私下找我。要留一点东西啊。但是他说，圣经里面有一卷书，从头到尾 God Yahweh ElohimAdonai 什么主啊什么的，一次都没有出现，是哪一卷书？听话 ，Esther， 以后你改名叫 Esther 你就记住了，Esther 叫以斯帖记，从头到尾上帝这个词，神啊主啊，一次都没出现，但是这卷书从头到尾你会看到这个 Invisible Hand of God， 上帝那无形的手在整个背后什么导演这一切。主持这一切，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偶然的、巧合的，都是有计划的。当时这个弟兄在这个看了 CNN 之后就很感动，他想印证一下 Billy Graham 讲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带圣经，他没有带圣经从北京，但是他常年在美国生活，他就知道美国每一个酒店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圣经的，然后他就打开旁边的那个床头柜，就有一部圣经在英文的，拿开来正好那有那个翻页的有一定线的，打开那页就是 Esther， 就是以斯帖记，从头到尾他倒读两遍，他发现没有出现一次 God， 没有出现一次。还想不想听？还想听下半节吗？啊，好，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呢。然后呢，他就回北京了。回了北京之后，因为他的工作是每周都在外面出差，只有周末在北京。那礼拜天在教会聚会，礼拜六陪儿子陪女儿，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出差了。然后他就出差完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又去了一个礼拜后又去了。他当时呢就拿了，就他有个习惯，到处偷圣经。
他怎么会信耶稣的呢？就是在大学，在你们那个学校，那个他就偷了那个他同学的这个圣经。那个时候英文圣经多贵珍贵啊！那80年读大学的时候还是中英文的，哇天哪！他说读书人窃书不可谓窃，基督徒窃那个偷圣经不可以称偷啊！啊，这是他的发明。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因为美国他习惯了，美国这酒店的圣经都可以什么？机电就是机电协会就做这个送圣经的嘛，每一个酒店都有圣经，都可以拿走，都会带回家的，所以他就带回家了。然后呢，他就想起来这个酒店有圣经，他想觉得还要拿一本圣经带回去给他的朋友啊，可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又去了，然后就打开床头柜，哎，没有圣经。哇，那他想，怎么会没有圣经呢？他就打起电话就问他，哎，你们怎么今天这个酒店我的房间里没有圣经？那酒店就很奇怪，他说我们从来不送圣经的。他说我们的酒店从来不给圣经给。他说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祖国在党的在习主席的，不是习主席，习主席那个时候在福建还是在哪里我不知道啊。Anyway 是在那个江主席的领导下啊，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他说没有圣经的，他说不可能啊。他上个礼拜我住在这个你们酒店就是有圣经啊。那个前台就说我们从来没有的，当然是不是上一个客人特别留下来给你的。然后后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他要拿到这本圣经，他没有讲这个，所以我就卖了个关子，我说因为我刚刚上一堂结束之后我就去问他了，他在你知道，我就特别去问他为什么。然后呢，我当时的解读是什么你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你这个见证就是要让我把这个见证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对不对？好了，那我给答案了好吗？好奇吗？我告诉你很平常的答案呢、啊。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亚瑟啊，我叫他亚瑟，耶稣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跟我讲过两次你的这个见证，第一次是我刚刚到做你牧师的时候，第二次是昨天啊中午他跟我讲的。我说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上帝要让你经历这个事情，你没有跟我讲啊。他说其实很简单，他说上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感动，就上帝要让他知道他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随时随地的。所以当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是无处不在，随时随地都在的，我告诉你那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这个好，我讲了太兴奋，我的电脑现在好像死机了。哎呀，已经关机了 the just a moment、我那个我就让它慢慢启动，然后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这个神迹的本身，这个重点是这个神迹它背后所带出来上帝的恩典跟上帝国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挣扎很多，因为我在想，特别是讲 Part 1， Part 1的焦点就是讲神迹嘛，讲医病赶鬼嘛。我身上其实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发现神要我讲的重点并不是在医病赶鬼这个本身，而是在这个背后上帝的国度的这个彰显，这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哎，你怎么不出来了？啊？哎，来出来了，感谢上帝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神迹那么少呢？今天神迹那么少，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什么？今天我们太想要看到神迹了，而今天我们想要看到神迹的人，恰恰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想要追求神迹的，你们这个世代想要看神迹的，你们没有神迹看。这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但要看到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我自己有一些见证，是我就发现啊，大家可能如果你们是从农村出来背景的，或者是说你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过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话，你们可以见证一件事情，就过去的神迹在特别在农村还是蛮多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老传道人做见证，那个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是在90年代中期，大概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听到有在福建沿海有一个老妈妈，她是早年去传福音，在海岛上传福音，她传福音呢，她很简单，她每天祷告就神呐、啊，你什么时候要我出去？啊，今天我们不太会这样祷告的啊。我说神呐、啊，你什么时候叫我去传福音？那个老妈妈就祷告，什么时候你？那么什么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讲话？有，是不是亲耳跟他讲？是，但是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神跟他讲是怎么讲的？因为他出去每次传福音，他要带上圣经，带上很多的资料，带上小孩子吃的糖果啊什么的，因为一个小岛要去的，所以他什么？他每一次去担那个，他这个担子是担不动的，一个80岁老人家是抬不动的。他突然什么时候担起来的时候，哎，他就知道什么，上帝就要他去传道了。所以今天这样的神迹好像我们看到很少，但是你不要忘记刚刚我要讲的那个关于 John Kennedy 的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身边我们每天身边都有神迹，其实只是我们不就像过去那个谁，哪个雕塑大师罗丹还是谁说过，还是托尔斯泰，我忘记啊，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什么？发现。生活中并不缺少神迹，但是缺少什么？发现。那你不觉得我是个神迹吗？哎，我跟你说，我不跟你开玩笑的，你想想看，我这种人可以做牧师。你们以为一个做牧师的人一定是要很那个啊，温良恭俭让，像我这种脾气也很大，常常那个看不顺眼，还会直接那个再大的 CEO 也照样骂他。那我这样的人怎么样可以做牧师呢？还有，就是说有很多很多，我知道，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哎，你们每个礼拜天听到还不错吧？不是骄傲，不，那你不知道，我常常是需要依靠，我真的很要依靠神的。我跟你说，我要拿开圣经随便讲一段，那太容易了，但我要依靠神，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真的如果需要每个礼拜天让每一个在听我道的弟兄姐妹不觉得你浪费你的时间，你，我告诉你，我是需要上帝每个礼拜给我供应。你知道我老爹的噩梦是什么吗？我老爹每次见到我都说，哎，你这样讲法，你讲道讲完了怎么办？我不是一年讲十篇道，你知道有些牧师一年十篇道，不，全世界他只要十篇道就够了。我是每个礼拜要讲的，我必须是完全，我跟你讲声，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不是一个很超常的人，我跟你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我需要每天去依靠上帝的。但是我告诉你，奇妙就奇妙在这里，本来这篇道我要讲很多关于神迹启示的，但是就是因为昨天中午那顿饭，就让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讲什么，就要让我们去关心到我们身边那些好像看不到神迹的地方，才是有真正神迹的上帝的作为。而这些作为是什么？就是预藏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在这里面所彰显出来的。第二点，上帝的国彰显于在哪里啊？在上帝，在基督的传道的侍奉当中。你看到1章35到39节这里说什么？耶稣起来到旷野去什么祷告，西门跟同伴追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遇见了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很重点哦，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看到没有，重点不是神迹奇事，重点不是医病赶鬼，重点甚至不是祷告。我刚刚说这里面让我看到祷告是为了传道的预备。今天教会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工都看他自己的服事的那一块最重要，祷告的人说祷告最重要，赞美的人说赞美最重要，但是在这里面耶稣让我们看到什么最重要？耶稣说，我出来就是为什么？为词。为什么？为传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祷告是传道的预备，传道实是耶稣事工的中心。但是接下来什么？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看到没有？赶鬼全能服事是传信息的什么一个支持补充，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全能是传道的支持，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因为它带出拯救的叙事，这个背后就是上帝国的彰显跟扩展，这是耶稣基督的中心。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还是说你们当悔改信神迹？没有，你们当悔改去赶鬼，你们去当悔改去吃一顿，没有。当然我们等一会要吃一顿，因为讲完道累了还是要去吃一顿的，对不对？但是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看到没有？但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做什么？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死里复活后有40天之久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一件事情，他传道。要么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上帝国的事，看到没有？讲说上帝国的事，或者神国的事，和合版神版就是用神国的事。然后呢保罗也是啊，保罗在坐了2年牢，他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凡所遇见的人放胆传扬神国的道，和合版这样翻译，但是最精确的翻译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是后来中文版加上去的，放胆传讲上帝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什么是上帝国？主耶稣基督的事就是什么上帝国。我讲过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给上帝国下定义来的，不像摩特曼我们这些神学家是替上帝国解释来的。耶稣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国了，你们看到我的生命。所以我说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主导文的前三句，对不对？主导文的前三句，如果 你有机会看奥古斯丁的话，我说世界名著就是世界名著，这个是没得讲。这个世界名著啊，这个跨越几千年，这是不会不没有办法改变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在公元413年写的，当时罗马已经被打下来了，当时罗马被那个野蛮人呐、啊，被哥特人打掉了。没搞错吗？野蛮其实文明人碰到野蛮人的结果就是被野蛮人打败，然后呢很奇怪，这个文明就这样发展的，然后野蛮人成了文明人了。为什么？野蛮人发现跟文明人这样吃饭也很好啊，用筷子也蛮好啊，用条羹也蛮好，不用手抓了，然后他们也变成文明了。他们被文明的时候被更野蛮的人打败，然后他们再就这样了。当时罗马就是这样，罗马被什么？被哥特人打下来了。被打下来之后，当时有这个整个罗马帝国就有一个思想说，哎，之所以罗马沦陷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帮基督徒，因为这帮基督徒，所以我们被打败了。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原来信靠的这些邪神，他们认为他们这个神才是真的神，这基督教信仰的这个信仰有问题，所以我们那个奥古斯丁这个时候他已经快死了，他写完那个上帝之城4年后就死掉，他就决定这个时候不行。他说我一定要站起来为教会发声，所以他就写了上帝之城。他就讲到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之城跟地上之城这个对立，有这样一个对立。而基督教恰恰是什么？就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因为道德的沦丧，而基督教来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道德的。实际上基督教不会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只会有助于这个国家发展的，所以他就去征战。然后呢，他就看到教会的问题，他发现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就爱世界还是爱上帝，在这个里面发生一个问题啊 ，Amor Dei 还是 Amor Mundi 啊，在这里面有发现。然后呢，他在他的另外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忏悔录》当中，他就讲到两个东西很重要。他说什么是享受 ？What is enjoy？ 还有一个什么 ？What is 这个 use 使用？他说今天的我们人都搞错了，他说我们把享受跟使用搞错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整个世界都给我们使用，为了我们可以享受上帝。
这是奥古斯丁观点。但是他说今天的世界的人出问题在哪里啊？出问题在于我们用上帝来享受世界。所以当我们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去享受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幸福的真谛。所以人如果要幸福，你唯有什么？你唯有利用这个世界去享受上帝。但是如果你要利用上帝去享受世界，你会发现你最后会崩溃的。我在想，我说真正是伟大。我在想1500年前所想的。我就是今天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那天在你们那里，我就跟你们谈到，你看到今天多少北大清华，我们中间清华的教授好几位，对不对？北大的，我要就是我你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我真的要求问你们这些大教授，我请你们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今天我那天跟我们那个一个专门搞儿童培训的这个姊妹说，我说我听说有几千个这个学生每年在北京。Finito 哦，那个，他说这么少吗？他说、啊、这么少，你们还笑吗？他说今天我们的孩子最最优秀的这些，哎，然后稀奇古怪的名字，父母因为自己是北大清华的，就觉得自己是顶级的基因标配，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压力给到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些小孩子已经到什么程度，不会关门的，车门不知道怎么关，因为什么呢？他从来都是有司机送接的。然后呢，车门全部是自动的，你懂吗？所以这个小孩子长到十几岁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开门关门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世界都变成这个样子的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为了享受这个世界，却我们利用了上帝给到我们的丰盛，给到我们的资源，我们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我们把我们最最根本的东西都忘记了。所以享受什么？享受应该是本质的，享受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享受上帝才是我们幸福的根源呐、啊！今天你看到我碰到过多少个家庭啊？他在北美都是蛮幸福的生活啊，除你以外 OK， 那我知道你在中国也很幸福的生活，更幸福啊，因为你的太太非常好，我知道啊。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家庭在北美本来蛮幸福的生活，跑到中国来之后，哇，碰到各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的人生吗？但是当我们把享受的对象放错了，把享受这个世界作为我们的对象，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岂不就是本末倒置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认识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片子这个昨天还有个弟兄给我推荐了一部蛮精彩的 Mafioso 的这个电影我急着回到家里就打开看这个是我的软弱了，这个我从小内心没有得到医治，我小时候一直想做这个 Mafia 没有做成了，我也求神赦免我了这个Anyway， 我看了一部那个这个有部美剧这个美剧呢是叫 Viking，就是讲那个就是北欧的海盗的那么这是1000年前的这个 Viking。 我为什么喜欢那段历史呢？因为他讲到两个，第一个因为我在北欧长期嘛，所以我很想了解瑞典人、挪威人、这个丹麦人他们背后的这个思想，他们背后的根源，他们从哪里来。还有1000年前恰恰是基督教从欧洲大陆开始传到北欧的时候，那就碰到很多的碰撞。那其中里面就讲到一个北欧挪威的一个王子，他们几兄弟的这个皇子这个是非常的那个，他一边信靠上帝，一边所谓的信上帝，另外一边他是用非常残忍的手段用的这个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呢我就看他这个出去要打一个异教徒的那个堡垒的时候，我听他怎么祷告的。哎呀，我说这导演真不简单，这个导演一定有过很好的神学训练。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个王子他祷告的时候用主导文祷告，而且是祷告的是后面的三句，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他要去打别人的时候，他怕里面有陷阱。但是这个里面没有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基督徒难道要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是用杀戮吗？是用十字军东征的方法吗？是用这个以色列去杀害人家小孩子的方法吗？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我说我看到这部电影，我说感谢上帝，我说上帝啊，你每个礼拜天都是通过你我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画面来提醒我，今天我们到底是在享受上帝还是享受这个世界，到底是利用上帝还是要利用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每一个人要利用这个世界去享受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利用上帝去享受世界，因为这样的话你最终会发现你会在这个世界的沼泽里面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保罗的侍奉就是这样，保罗的侍奉就是他的传福音，就是他的中心啊。他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啊，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然后保罗又说，我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得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在这个今年是什么年呢？今年明年是龙年，对不对？对不对？龙年我记得 你女儿送的我这个话就是龙年嘛，对不对？今年是什么？兔年，对不对？我好像没有，我怎么不记得有兔年呢？Anyway， 在兔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觉得上帝让我们聚在这里，在这个家中，让我们特别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周日，我们周日今天是工作日，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来。我相信上帝让你听到这个话不是突然的，上帝让你我在这里面一起去享受他的同在不是突然的，上帝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他的饼跟杯不是突然的，上帝要在这个时段时节上面再次让我们从心底里面去经历一些东西，去经历上帝国的彰显，去经历上帝国的扩展。我感谢上帝，我看到我们一位我们师班的带领人今天早晨来，他要花一个半小时，他从家里出门到我们聚会的场所，他要花一个半小时来到我们当中。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我看上去我称他是就像跟我年纪差不多，才50岁左右，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说，哎呀，不，我看你真是永远是50岁，跟我一样，我也希望我永远是50岁，对不对？一样的。但是他今天早晨他要换3部交通工具，他先要坐巴士，然后坐地铁，还要骑自行车，小心一点，摔倒也可不是个这个事情，还是蛮大的。上帝国也当然也能彰显了，在痛苦中彰显，对不对？那还是保重自己，来到我们当中聚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当上帝基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你们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奉我的名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上帝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上帝国在哪？上帝国在我们中间。当他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的时候，上帝国就在我们中间。 Amen， Amen。 所以最后我已经过了时间了，最后啊，希伯来人他们怎么样去赞美上帝的，他们为什么要赞美上帝的，你看一下在那个诗篇147:1，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诗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他不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让我的股票又涨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让我的这个银行存款又多了2个0，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没有，他说因为你本来就配得赞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喜爱什么？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一同的聚在一起去赞美他，因为他什么？他配得大赞美。 Amen， Amen，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宣读《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愿神的国降临，特别在我们所在的土地上，透过你，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呼求他。国度、权柄和荣耀。
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收奉献的环节。扫码奉献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在奉献时候网络不通畅，可以先连接我们现场的无线网络再扫码奉献，也鼓励您准备现金奉献。感谢大家的配合。今天我要分享的奉献经文是生命记28章11到12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牲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为奉献来祷告。主，就像今天李牧师说的，求你帮助每一个神的孩子，我们要使用这个世界来享受上帝，而不是使用上帝来享受世界。主，是的，我知道你是天天用微笑来帮助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神。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呼求，在2024年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主，我们就是要凭着、你给我们的爱和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形象。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在2024年所有有负债的人，主啊，都要因着神的恩典要偿还所有的负债。没有负债的人也要因着神的恩典，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要有倍增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与我们同在。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恩典名求， Amen。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这里心中
心摆出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平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主日崇拜即将结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带导的需求，可以在聚会结束后来到我们舞台左侧的带导角，会有带导同工为您祷告。我们在这里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 IMS 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您不必说什么，您可以站起来，让我们一次欢迎你。啊，代表 IMS 欢迎你，欢迎你。等一下，结束之后，您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前台，留我们有我们的信息，然后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欢迎你，谢谢。在这里，我们也欢迎第一次参加线上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快可以在线下相聚。下周主日2月11日是教会年历的第11个主日变相日，将由研礼节目师为我们证道。下周主日也是大年初二，在这里先预祝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新春快乐。真的特别特别的期待在下周二新春团拜的时候可以见到各位可爱的家人，让我们在下周初二，下周初二是大年初二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线下，互相的拥抱，祝福对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收看视频家事报告。弟兄姐妹们，2月11日的主日恰逢正月初二，线上线下的主日崇拜仍将继续两场，分别是9点和11点。我们盼望与大家一起共度佳节，在神的话语中开启新的一年，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弟兄姐妹们，2月14日周三是教会年历中大斋期的首日圣灰日，在圣灰日的抹灰的礼仪中开始40天守斋祷告的时段，我们通过反省内心，节制谨守，敬虔悔罪，善行度日，与主共走十字道路，盼望基督复活的曙光。时间2月14日周三晚7点，地点世光中心，邀请弟兄姐妹们踊跃参加，更多详情请见海报。此次活动无需预约，请您准时前往。
线上儿童主日学放假通知。春节期间，线上儿童主日学在2月11日和18日暂停两周，2月25日恢复，敬请关注。弟兄姐妹们 ，IMS 查经祷告会在春节期间2月7日、2月14日暂停两周，2月21日恢复，敬请关注。弟兄姐妹，邀请大家参加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的线下查经祷告会。祷告会前面30分钟将由牧者带领查经或主题分享，接下来将以敬拜、认罪、感恩、代求和祈求的方式带领弟兄姐妹祷告。IMS 查经祷告会盼望让出席的弟兄姐妹更加注意，也更加认识神的国度、世界、IMS 教会和各事工的需要，最后也会以分组的形式让弟兄姐妹能彼此代祷、彼此守望。如果大家有特别代祷的事项，也可以发到代祷邮箱 imspm@imscn.org。 代祷同工除了会为您代祷，也会在祷告会中提出事项和教会一起守望。查经祷告会也会在 Zoom 平台上同步播出，请大家按链接上网参加。让我们都能成为教会复兴的推动者，以祷告托住 IMS 往前行。接下来请李杰仁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好，我们一起站立，再唱一首再唱一遍主祷文好吗？耶和华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祝福你们，引导你们，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